Hello，电影院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胖胖，欢迎回到高饭馆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节目，叫做《逛琴行》啊。小周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。驱车前往新街口的路上，从小对北京的孩子来说，新街口就是一个圣地。你去过吗？以前去过。最开始，北京的琴行一条街是在琉璃厂，后来逐渐的呢迁到了新街口，后来鼓楼也会有了。这是北京琴行最多的三个地方，现在这些地方也都还有一些乐器行，不只是现代乐器，吉他什么的，鼓，还有民乐和古典乐器，挺多的。今天我会带大家开始从我的这些朋友们开的琴行挨个的开始转起，可能平时没来过北京的这些琴行的小伙伴，带大家转转，看看琴行到底都什么样，里边都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然后跟他们聊一聊。我希望能把它做成一个系列，持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些有趣的关于音乐的、关于乐器的，甚至关于文化的这些内容。新街口太难停车了，咱们得停到一个附近的停车场，然后一会儿走过去。第一次去应该是我小学5年级、6年级，跟着哥哥们一起骑着自行车，当时觉得可兴奋了，就去朝拜去了。然后在那儿见到了那么多只有在画片里或者 VCD 上、录像带上才见到那些乐器。小时候给我最震撼的就是杰克逊的那个大叉子那琴，就觉得哇，太帅了。对，虽然十有八九都是假的。行吧，咱们出发。车也停下了，走起了啊！出现在这个世界里的那个我，到底该做什么？还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那个，到底是不是我？总是有人问。好久不见，老师，十多年没见了，我。是啊，哎呀，这还吗？能不能当过好？为什么不让我们？他走一冰箱，卖一冰箱。大买卖，冯哥这都是大买卖，买一冰箱。我留给你。跟那有得有20年没见了吧？10年有了。美专二代，哎。哥，你就在这条街上叱咤风云闹着玩呢。我们俩是最早。是啊，他差不多是我是99年，我跟姚兰那会儿99年跟纪元20年。看看吧，看看冯老师这都有啥。我说这一进门 PRSSE 对，然后好的都在盒里呢。美专这边衣服，这都是小伙伴们买得起的。对，一会儿我们再看看那些不一定买得起的。对，然后乡亲马丁 Taylor 都是比较前面都是便宜的。看马丁 Taylor 都是便宜琴，不就是马丁 Taylor 的便宜琴。对对啊，这边这古典我就彻底不懂。伊斯特曼，对，伊斯特曼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？美国的品牌。美国品牌，然后它那个主要是在中国做的。老板是一华人是吧？那这贵都在里边呢。对，贵就在里边。来进来看看贵，进来进来。什么物件 ？Gibson 335 ，Les Paul， 马丁，香琴多。像这个屋基本上都是香琴。这小香头挺袖珍的。嗯，待会可以试试。怎么现在都流行小的了？对，家庭化。其实我这儿进的应该说就是小。这多少瓦呀？这是20瓦的头。嗯。然后112箱体，这也是25瓦的头，你算不给你。好点好琴，好，哎，这不是挂着的吗？这个，这什么呀？一把破琴，这是 Murphy Lab 吗？日八，对，玩吧，日系列的，哎，是没货，就这两年才有的是吗？还是就去年才有的？去年吧，这个真够旧的，特别的旧，这应该算 A 着吧？哎，连线。哎，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个没有拉锁的衣裳。没事，这种弹这种琴，看这背面，
这不懂的小伙伴说这他妈太旧了，是花那么多钱买一旧的，但是做的真好，他这做旧，这个裂纹全是小刀刻的啊，真的，对。来试试这酒，这把应该更暖点。这是九二九，这把破的是八，还是应该八破。酒这纸板有点窄，有点薄，其实。得马上赶紧，不是，他这得换，这还是暖一点的事。换二八，这你别那么专业行不行？那不行，声听着不对，不够滋啊，这声儿。对，不够筋，不够筋筋，不够筋，老的都是。这么绿吗？这个，这是什么 private stock 吗？这不 private stock 卖了，这就是一把 custom 十号 custom Morris。这绿跟我今儿穿这挺搭呀。看这香边可以啊，这屋有加湿吗？那儿有一个人的。配这个白色的头，过两天搭的多好看、啊！过两天到十个左右，没啥，各种颜色。啊，真的吗？没有，我小时候喜欢这个重型的时候，那时真买不起。等我开始，啊、等你开始稍微开始买得起点儿，要不耗了。哎，对，好，就是越喜欢老的了。对，主要那会儿也不火了，后来也从零几年以后重型就对。其实重型就是80、90年代都不行。我记得刚开始那会儿混这块的时候，这分段便宜呢。7002-5000吧，啊、嗯，特便宜，我记得。后来最贵的时候也就涨到7。对，那会儿那个现在叫美元，那会儿叫 American Vintage， 那会儿也就12000。你试试不行？
暗夜蓝，今年的这是美妆，这是美妆吗？啊，美妆二，今年的新配色。它就是上09的鞋。哦，这上的零九，他们出厂都是09的，就 Gibbs 是 Gibbs PRS 都是10的。你看这个条纹表有什么有意思吗？这个条纹表能六根弦一起调，准不准？肯定不准啊！这么好，记得，乐队好做吗？坐着留一个位置，拿上敲呗。好，哎，拜拜。那咱们今天的探店呢，就先告一段落。如果小伙伴们喜欢这样的逛琴行的节目，欢迎你扣一告诉我。因为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拍，所以有点仓促。接下来会去更多有意思的地方，我的好朋友们开的这些琴行逛逛。有什么想知道的，特别想关心的，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啊、嗯，然后对吧，你都懂是吧，一键三连，点赞关注转发啊、嗯、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我是潘高峰，拜拜拜拜。糖坏了，你像那谁，你看那个这我看那拨片是0.8，要不你想想他给我用一个2.0的拨片，你再下拨，你再出钱没劲儿了。